嗨，大家好，我是日讲。现在是1月27号，严格来说应该是1月28号的凌晨早上2点差不多的时间。那为什么会到这个时间拍影片呢？是因为在1月27号下午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在阿拉西的 Fan Club 里面传出一个阿拉西要给所有的粉丝的动画。那个动画内容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他们从2020年年底开始会休止活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他们不是解散，他们是休止活动。因为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传言说阿拉西是要解散，他们已经开出了紧急记者会说不是要解散，只是说成员需要有时间去休息，他可能需要转换一个跑道，那之后可能会回来也说不定。所以这里就是想要告诉还没有办法把资讯查得很清楚的大家说，他们没有解散，他们只是用成另外一种方式来活动而已。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一开始看到讯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过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影片，因为我人在外面，我只有看到文字讯息而已。那看到文字讯息的时候，不得不说，因为有一些并不是很好的经验，会让我想到一些很不好的方向去。那其实最难过的不是他们不出来了，而是会担心说他们是不是不快乐，他们是不是其实是在逞强的强颜欢笑给粉丝们看，去呈现给社会大众。是因为想到了这样子的心情，所以让我觉得很难过。那后来在看了紧急记者会之后，其实5个人都在再次的强调说阿拉西是5个人组成的，只要少任何一个人都不是阿拉西，他们接下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要走。现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休息的时间，并不代表了一个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那就我自己的心情来说，我看到他们在紧急记者会里面是满脸笑容的在讲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安心。其实我觉得粉丝的爱就是这样子，你只是想看到你喜欢的偶像快乐，那他快乐的样子可以感染到你自己，你自己也会变得比较快乐，正向带给你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因为我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追得这么勤了，可是其实就像秀坤说的，我把他们放在我心里面的宝盒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甚至听到他们的歌我就会感动的落泪。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当然说是我自己这样觉得啊，他们陪着我走过以前很多我的回忆啊，我以前的学生生活，我的青春年代。所以其实我在乎的并不是他们要不要一直出现在荧光幕前，他们要不要一直这样子唱歌跳舞，他们要不要一直去上综艺节目，而是他们有没有打从心里的感到开心跟快乐。那在我看完那个记者会之后，让我的感觉到是他们完全没有变，他们跟我从以前到现在对他们的印象，他们都是没有变过的，他们还是这么的纯粹，5个人这样闪闪发亮。我就觉得那些担心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我只希望他们5个人都可以快快乐乐的。那不管之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有一天如果会回来的话，我会很开心，那迎接都变得更好了他们。那如果不会回来呢，我还是会继续支持他们。其实这个影片讲的有点乱，因为我是没有写草稿的，现在是凌晨2点了，所以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讲话的次序可能有点乱。那为什么要拍今天这个影片呢？因为我自己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去找了很多网站，我想要跟别人讨论，因为我身边的蓝饭已经没有这么多，甚至是杰尼斯饭可能也没这么多了，就想要看别人留言啊，跟别人讨论。可是发现真的是没有人在顾这块，不然就是有很多粉丝专业，可是下面都是大家在 tag， 其实不太有什么心情的分享。所以我就想说，应该算是有蛮多喜欢杰尼斯的人，或是喜欢阿拉西的人有在看我的频道，那我就可以发一个影片，我下面留言区就可以给大家当做是一个你们互相抒发心情啊，互相讨论，那也是跟我讨论啊，就是我们可以在下面交流啊，我想要制造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吧。其实我以前上传杰尼斯的影片的时候，我就有这样讲过，那大家留言都很热烈啊，然后看到有人在下面互相留言变成好朋友了之后，我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像我以前在追星的时候这么多的论坛啊，这么发达，所以如果我的频道可以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的话，我自己是会觉得还蛮值得的。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我一直都还没有讲，但是我是预计的本来要庆祝阿拉西的20周年，所以我要去踩很多圣地的点，就是去很多他们拍过日剧的点啊，还是对他们来说有特别意义的点，我想一个一个去踩点拍成影片。虽然说他们今天有了这样子冲击性的发表，但是我还是不想改掉这个主旨，因为对我来说阿拉西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还是20周年，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它的标题有什么改变。发生这件事情也是促使我要好好去做这件事，也是告诉我说人生只有一次，不要去想着还有明天啊，还有后天啊，什么还有一个月啊什么的，就是能做事情就要趁现在赶快做吧。这个是他们这次有让我学到的东西。
我知道应该还有很多人的心情都很复杂，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心里一定都是爱着他们，希望他们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团结在一起啊，继续开开心心的姻缘无人。虽然我的频道并不是以拍摄杰尼斯为主轴，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在我人生中占得算蛮大比例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跟大家产生连结，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今后我们也一起继续爱着这家杰尼斯吧。这个影片真的不是这么有规律，但是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想说的话。那今后也请大家多多指教，拜拜。